一个角球。面对台北红狮，我们看到由他们队中这个中场大脑啊许毅来开球。哇、哦，漂亮！这球开的漂亮，球进了！哇，果然在这边呢，靠着这一次的角球机会哦，在右边第二门柱的位置呢，那当然是由 Bench 漂亮的把这个球给顶进球门。这个球徐毅当然开得很精彩，然后呢 ，Bench 在第二个门柱位置哦，他是故意把球顶地上，那球顶地上之后，这个球点呢、就会往上来窜。对，你看这个球往地上顶之后，哇，弹得蛮高的哦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潘思维尔他跳的也是非常高，想要把这个球给拍出来，但最后呢，这个球还是掉了进去。对，这个球当然 Bench 很聪明，他不是把球直接顶向对方的大脑，而是往地上顶，那你变成球是往上窜，窜上方的一个侧网，刚好是从这个门楣的底下钻进去啊。那对方的门将这个潘斯，这个潘斯威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